是几乎有一大半的动作都不太一样。一开始的时候是真的觉得蛮大的一个突破，因为我自己本身蛮保守的，所以自己可能代言内衣真的就是还蛮多是不会觉得尴尬，就融入其中啊，然后跟着娘越摆动。像刚才有小小的彩排说其实并没有说要唱歌，但是刚才好像不跟着唱的话，大家没有办法配合到那个动作。校表演中很强调的是